对咱们所有的女主播也是望穿秋水，即将羽化登仙啊。啊，辛苦刚刚咱们所有的宝宝们，那么接下来呢是即将揭晓我们等一下舞蹈获得 number one 的主播，请求你们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咱们得先等一下官方发一下那个结果啊。子牙别跳呗，那还是可怜可怜了。干嘛呢？等一下啊，我先看一下哦。嘘，你们的心跳不要太快。OK， 哇塞，我已经知道获得第一名的是咱们哪位主播喽？你想知道吗 ？OK， 首先音乐响起来，先给大家跳一段。好了，别怕，开玩笑的。OK， 那么咱们今天啊获得我们的舞蹈的票数呢是我们的冷一是7305票，我们的笑笑是8629票，子牙呢我们是11324票，以及我们的薇薇安是16684票，所以恭喜我们的薇薇安。 OK，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今天呢又能跟兄弟们待上这么久的时间，然后不管怎么样啊，每个主播都特别辛苦，然后请大家请我们963所有的靓仔们在公屏上扣一个抱抱的表情给咱们所有的女主播好不好，特别特别辛苦啊，送给我们所有的兄弟们，送给我们所有的主播宝宝们，恭喜我们的薇薇安。那么揭晓一下哈，我们的薇薇安将获得歌舞首页置顶一周的推荐，以及我们首页大图推荐会的专题活动一次，让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获奖主播。 OK，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你们知道993为什么要叫993吗？啊，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扣在公屏上。知道为什么993要叫993吗？993呢是因为9加9再加3等于21，是爱你的意思。那么993源于对所有兄弟们的爱啊，也是推出了非常多的专题活动，然后呢大家是喜欢的话可以经常在993玩啊。然后的话今天的活动呢差不多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靓仔们对咱们993的大力支持，以及咱们993的舞蹈姐妹们也是个个身材火辣，有翩若惊鸿。那下面有请我们的罗麦主播闪亮登场，主播就给你们 say 拜拜喽。谢谢大家，谢谢，然后我们下次见哦。